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介绍今天的是上课，是请安静的哦。现在在做什么呢？现在在线上上课。现在时间是9:30，我们来看现在这个小妞在做什么。好了，去冲水。我在的时间是10:30，我们来看那两个小家伙在做什么，偷偷来看。我一个还是在做线上学习，啊一个呢要啵啵跳啵啵跳。啵啵跳。现在我们看看阿妹的冲啥。哦，在给我偷打电脑。眼睛快坏掉了哦！哎呀！现在下午3:17，现在看看小朋友在做什么。一个在打篮球，他上完了线上的课程。没有，我的篮球在楼下，这个是假的，这是软软。那另外一个呢？你看哦，就躺在这边。这怎么投？就是这样，它会反弹。那个就躺在这边，赖在这边，不想动。哎呀，我要自己夹它投。啊，看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了哦。我要去买细垫嘛。去买细垫嘛，我要穿。来怕纸，来怕纸，起来看怕他家。两人的哦，你会骑两人的吗？那我当然会啊，啊只有你才那骑，你都不会。啊，小班的当然也不会啊。
go to bed. Oh, 会晓啊。打完球啦，我们现在马上妈偷偷回去吃这两锅，一个是泡菜锅，一个是大肠炒炒锅。爸，我们要拍手了，看看我们，耶！我们刚开始流汗比较久。6:10，终于在家里吃三妈炒炒锅啦，好吃吗？你好吃不？好吃啊，看你巴肚枵到安尼，好吧，好恁好好吃吧，一边吃一边看电视。拜拜，这就是今天的 vlog， 好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拜。那请下面留言，然后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